对，真的辛苦大家了，有我的家乡的朋友，还有远道而来的其他城市飞来，特地飞来的家长，还有一整路从第一场，也许不是第一场，陪我走到现在第十五场。没跟你相搞好，但我相信你会满意的。我都不敢问你要什么，因为我答应过他，如果他全勤，我要准备一个礼物。但是现在我想送你，但这个礼物我先不送你，晚一点。我平常很少冲浪，又来了。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要演出嘛，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人。比如说求婚啊什么的，就是我觉得能够帮大家完成一些这样的事情是我的福气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完成一位朋友他小小的一个愿望，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但对我而言，这个举动能在我的家乡帮你完成，我觉得你很有意义。他叫音乐无知无国界的梅姐。梅姐在哪？她的票在那里，但她人不在。啊？她在山顶。梅姐，你在哪？站起来一下好吗？哦，那边。